到小巨蛋，他们都会尖叫。对，小巨蛋。小鸡蛋。小鸭蛋也可以，小鸡蛋。哎呦，你们欺负啦！你的歌迷都很。小卤蛋。哎，对，小巨卤蛋。耳朵真的都有在听哦。好，那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歌王子哦，这个就乖。来，掌声欢迎。掌声欢迎我们的许富凯。小鸡蛋，东港朋友大家好。带来这一首去年发的新专辑的歌，叫做《雨伞情》，我是万杰。最近台湾缺水，唱一下跟雨水有关的歌，祈求能下雨，谢谢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哦，谢谢。自己有人粉丝。阮是落雨暝，夜山陪你行，想拢是行到底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浪甘有去高一点哦。送你送老车，雨伞予你拿，一阵雨水是注定。不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爱牵拖。送你送老车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不下。谢谢你们，你们都有手机，我们把那个手电筒打开一下吧。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看一下东港全部的所有人的热情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全场的尖叫声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是阿杰。来欣赏。
山出水嘛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好会选。谢谢啊。遇水则发。来，先跟现场所有热情的、所有屏东的乡亲大家问候一下。所有屏东来自全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耶！掌声鼓励一下。我刚说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海洋音乐节的，对，所有都跟屏东有关系。哎呦，哇，嘿，关东新有盛喜，屏东，边啊，嘿，我啦，小盖边啊，屏东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说，因为我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中波亲戚，我都离屏东，因为是屏东人，在屏东啊，对。那因为我也算是屏东人啊，是因为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搬去旗山工作的关系，对，所以我也算是屏东人。对哦，应该很常来屏东，因为亲戚都在屏东嘛。那、东港这边也很多亲戚在这里，对啊，哎，贵州哎，我哎海鲜啊，哎餐厅啊，对啊，你们晋江，有有有，不外面不打折啦，好吗？不打折，但写在品尝到很好吃的黑尾鱼。对，哦，来这边就是要吃那个黑尾鱼，因为我经纪人刚刚已经去旁边的那个哎地方。买到一盘那个黑尾鱼，哎呦，哎，是不是小个大个好吃？真正，好吃哦，好吃啊！真正来个咱东港吃，冰冻来只吃，现丢吃，对，真正好吃。我们在北部都吃那种冷冻，哎呦，但是也不能怪他们啊，对，因为对，因为你现在对，因为你只要你看，你还就要运送的时间呐，对，还来个现丢吃，想吃耶，对啊，不仅仅黑尾鱼啦，香哥伦，哦，双高伦，对，然后那个樱花香，樱花香，对。再来有一个餐厅，它也是卖海鲜的，它有一个东西，我第一次吃到，我念念不忘。经验叫做，是巴斯地瓜。哦，巴斯地瓜，那一间是最好吃的。哎，我没听过呢。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巴斯地瓜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地瓜，你怎么一直拔一丝？哦，巴斯地瓜不是那个啦。啊，不是啦。不是，就是他会把它放在冰水里面。对啦。是用那个好像麦芽。地瓜糕，哎啦。就是番薯啦，啊，高鸡麦芽糖，啊，麦芽糖烧烧嘛，啊，你加会黏水去嘛，啊，你紧甲浸咧冰水内底，啊，起来，啊，起来，啊，外口就脆脆的啦。啊，现在其实有一些摊贩，他们也有专门在卖。哦，他是吃甜的，是不是？是，哦，甜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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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甜今晚比赛的对吧？嘿，来啊！我差不多了，你差不多了。哦，阿玲，今晚有几个最重要的讯息？要说什么讯息呀？除了大家全程口罩戴好之外，是的，怎么样？接下来这个很厉害哦。哎呦，许富凯即将要开演唱会，有买票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对，主队有种延期啊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我足紧张的呢。系啊，哇！你逐工伫哩瞧，伫哩瞧，我有档期哦，因为你未使无办呐。系啊，一定要办啊。所以你们确定举办的时间是5月29号。5月29号，星期几？星期六。星期六在台北小巨蛋。上网看了一下，怎么样？剩差不多20几张而已。哎呦，刚刚好，大家这边都可以买。大家赶快去抢票，谢谢，赶快买，好不好？是 OK。哎，可是因为我们要等到529听演唱会，等不及啊。今天应该是要先多唱几首，没问题啊。今天现场唱的歌，到时候小巨蛋会再唱6次，好吧？唱6次，让大家吃到出耳油，听到出耳油，真正好听啊。唱到你会唱。好不好？对吧？不是讲伊唱个给歌，伊个翻唱诶一些女歌手的，他都爱玩，他都爱调火蒜仔，你讲好好听啊！火蒜仔，火蒜仔，没有啊！歌手还没去啥物歌？啥物歌？因为呢，去年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事情我们都停下脚步，没办法前进，没办法去做。然后呢，我带来这一首歌呢，叫做《棒红吹》。棒红吹。也是之前台视八点档的片尾曲，是片尾曲，好吧？那我们热情掌声欢迎许富凯。